医师好无力，救不回自己的父亲。我医生生涯最无力的是我爸爸，他只要有不舒服，我一定把他抓来医院。3个月前还做健康检查，胆囊癌就出来，胆囊癌是2中之2。我们一直在追着那个癌细胞扩展的速度，但是怎么样都追不上。我看你那么累，我好痛，然后你不要自责。所以我们医生真的也是人，我连我自己的爸爸都是，就不是，对啊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